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！来吧，蜘蛛兄弟们，来个蜘蛛吧，辅助一把。我真正的美隐藏在疾风之下。哎，军出击，快跑！再一下，我一上来直接一下了，没关系，我应该死不了。哦哟，真厉害！这怎么能知道我们阁里头呢？这帮人，天哪！现在我又变强了。哎呀，出门吧！辅助你怎么杀死5个？黑幕？怎么就黑幕了呢？我辅助杀不杀15个，跟黑幕有啥关系呢？有什么能逃出我的蛛网？我来了，我就插个眼儿的啊！你等一会儿，等着那个弩弩又过来了。变个远程。现在我们一级学了个 E 啊，一点虚虚都没有啊，一点用都没有，这就别提了。穴位往后一点，点你一下，20块。学个抠。等个升3啊、哦！别着急，别着急打，多推他几口也行的。他要扣我，那不能让他扣。挥 A， 40块，一中啊 ！Q 点炎，一起来，一下来走了。弩弩在左边，快走！哎，好加血，挥，点不着。哎，人头到手，走位！哎呦我操，这大血球子！先来个这个，不过弩弩这玩意儿确实不好躲。我潜伏在每个阴影之中。蓝有没有？蓝还有呢。我打个野吧。没事干呢，关键。那下路野区也没人刷，蓝 buff 我就不拿了，我打个蛤蟆都没问题吧？在这等一下啊！哎呀，别着急，一 W 扭抽咬起飞降落，点女枪。别着急啊！点女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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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！啊！
你能打过锤石吗？不是吧，兄弟，你打不过他呀，这你这就属于自己有点怂了啊，这跟我又没关系了，就我就感觉他好像打不过那锤石，这里面居然有眼，失策了。这边在这等着啊，别着急，插个针眼儿，女枪跟锤石不是同时出来的，来跟我上来。挥 A W E 起飞，降落到右边。这波还好女警跟我了，她不跟我我死了。我真正的美，我吸点血啊。哦，你为了点他一下扛了一下塔都不合适啊。哎，你打过那我走呗，挥一口，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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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起来致命点炎闪现狙他呀，没蓝啊。哎呀，你跟我越塔呀，你说俺俩呀，不行，配合不太好。嗯，我人怎么出来了，天哪，我能起飞，他稍微点两下锤石，刚才锤石就死了。那他打他两下，他死不了，你知道吧？他说他这个 A 键有问题。哦，选择不了目标。枪一打半溜，推你跟我打，你打得过我，我不咬死你，打不着。我上呀，把这努努给我杀了，回回都是他。哎，这个一没中，我操！妈呀！推 A 再 A 一咬这个努努，试试看能不能咬得死吧。能给他换了就换了吧，啊，还行。哦哦，我们来个法师之靴，换他一个扫描，好了吗？没有什么好。问问他好没好。谁乱配件了？潘森乱配件了啊！没关系，潘森就是个屁，一崩我他就没了。走，我们继续杀这女枪。这女枪没有队友，
推，走呗，走呗。这奴奴怎么老来呢？这奴奴没完了是吧？啊，够晕！我先一起来，再一回去。好家伙 ，EW 换 QA， 咬死！哎呦，双双，这奴奴来了多少趟了？我天哪！还行，又换了一个。这努努能来了100趟了，我都感觉。我们再来这边，这女枪还得出来，啊，来。这波不一定，这波可能碰不到女枪了，这波可能能碰到个锤石。先去插个眼儿吧。炸一下。推 A 一。我不好上啊。我只能炸他们俩一下了，我自己上去肯定是不行。不过女警装备不错啊，锤石我们也能秒。只是假象。躲一下减速。推。哎呦我操，对线来，我就把那针眼排了，然后我们俩把这个女枪给他越了。假装走了啊，这波其实不严，给我越了来。 W 的 QE 摇起飞，我可以降落，你能吗？推几个人啊？来，把这一塔拆了，多咬。快点，快点，一会儿那啥了。不曾脱落了一会儿，你像个犊子似的，你干哈呀？你天天的，我主义，哎，我复议了，这把臣复议了。我来个美甲的窃魂卷。你滚雪球我就异你，你滚雪球我就异你。上路好像有点要无敌，我们找他去啊。哎，变身推平 A 一 W 咬，想瞄我们家女警，那不可能，我必须让她技能控断控挡，知道吧，让她断。来，我到了，听说你走位不错，那么你能否躲掉我这个一技能？我跟你们说啊，这潘森很有可能要飞这个女警，我们直接站到草丛里边先扫一下，他只要飞着女警他就上当，知道吧，他肯定上当。
在这草丛里边等他，告诉一下这个女警。OK， 上当了哟！这小子居然一技能没一中，但是他依然上当了，看着没？咱不是说以操作多么厉害为主的，我们主要是以这个老子意识。把这蓝打了，一推平 A W 他晕死，努努复役，这把不复 W 了。一中，推，我能起飞，我还能降落接闪现。先扫一下，越级勾引成功。在这儿等一下啊！如果他上，我们就eat他；如果他不上，我们就炸他。我擦，这怎么死的？死的有点快啊！哎呦，我这努努！推一他咬，搞对上面插个眼，让别人以为我们走了，但其实我们没走。现在能扛得住我三下的只有防御塔和眼儿。我杀翻身就一秒，但是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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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万一这波出问题了呢？他们这杀人叔叔这美甲窃魂卷这不没了吗？来法传棒，或者来个猫子也行，对面没什么魔抗，好像没有魔抗，来个猫子吧。找一找这维克托，可以锁定了。听说你走位不错，一翻身，我的天哪，我都没动过，为什么不让我动？直接狙他呀！对呀，直接狙不就狙死了吗？嗯，一直放夹，人家不踩。这潘森怎么走这么慢？又放一个夹。没让我动，这俩人踩住一个动力磁场。把我控到死，我看看这怎么回事。你大爷的！呀呀呀呀呀呀！吼吼！操了，真恶心！五成了，没关系，我们一个小辅助无所谓的，无所谓，一会儿还能混。点燃呢，你看，这就是我跟你们有些人不一样的地方。这波我跟潘森打，我们想打赢是不需要点燃的，知道吧？我并没有想到说是旁边有努努的这种情况发生，所以我没有放点烟。
知道吧？我就想省一手技能，当然我们这个做的是对的，虽然我们死了，但是我们做的是对的。个老潘森，他怎么打人这么疼啊，我的天哪，那一个扎扎我们600多，好像600多吧，那一个扎贯穿长矛。我得把这猫子给它出完，出完我来法阵棒，法阵棒是美甲切魂卷，不行咱不要，我给它改个沙漏。小龙打了吧，这一波为啥放点盐？这一波不放点盐打不过呀，为啥放点盐？你干哈呢？送蓝是不是？算了，不追了，我们去下路。先插个眼儿。3、2、1，没个多，这家伙怎么搁这蹲着我？我天哪，好多人呢，怎么没一血球给你撞死？算了吧，打小龙去吧，啊？潘森跳大了，炸他一招！哦，这也没法上啊，兄弟啊，这太猛了啊！耶，杀锤石。这可没法上了啊，这可没法上了。那小龙到底有没有人打？都打100年了，那小龙说打小龙打小龙打小龙也不打呀。这维克托是不来了？维克托找一首维克托啊，在这等一下子扫描一下。那我打吧，我一打野蜘蛛，我再不打个龙。没人打我打，咱们去打个红去。好，这里有眼儿。先来个猫子，再来个钉，先钉一手。谁投降啊？为啥投降啊？炸一下，发生什么事了？
是干什么呀？这叮俩刀，我的天哪，美甲窃魂卷归零了，早知道不变蜘蛛了，这努努太烦人了呀。你不看看大龙有没有啊，兄弟？嗯，你不瞅一眼吗？都卖了，关键咱也没啥买的呀。这1850也不够啊，够还行，不够就算了。还行，没打，没打龙就行。书肯定是得卖了，这玩意儿不稳当。我们把这卖了以后，再来个法穿棒就可以了。快点过来呀，这女警让人干了 EW。 哎呦，我剩个努努，拆吧，拆家吧，拆他们家两路，打个眼儿来。你要干啥？你是不是要死？那奴奴怎么打不过呢？不应该呀！这奴奴这么猛吗？哎呀，美甲窃魂卷卖了吧，整个沙漏吧。哎呀，又去刷野去了，刷吧，没事，换个沙漏。这就被传了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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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哎呀，还好没勾着啊，嘿嘿，一会儿给你们一波了，我告诉你们啊，这维克托让我炸死了，还行，要打大龙啊，那打大龙咋办呢？那打大龙只能给呀，咱也不是打野，这咋抢呢？扫一下吧。嗯，但我估计他们家不会打太快，先把这锤石看能不能杀了。不要靠着那边啊，靠着那边有可能翻身要跳过。叮，能拆掉不？拆了一个还行。这里掉下来个人儿，没看见吗？天上降下个林妹妹，林妹妹，来个小法穿，闪快点！刚才没有扣，不是闪快点，那不切形态闪有啥用啊？那扣技能得变身才有斩杀，没斩杀抢不了。
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我们巨猿死了11把。这努努怎么回事？什么车呀，小伙子？队友呢？我赶紧一走。那女警咋死的呀？把跳弹先打了，一 W。哎，走吧，不打了，这没法打呀，这也打不了啊。你们为什么不一块走呢？我们去上路吧。守一下中路啊，守不守得住呢？不知道。嘿，等一会儿再留人，别着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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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那武器大师没到呢，不用着急。一会儿我们帮着女警杀那前排那个努努。我们的虚区很高，他没有什么魔抗。一会儿帮他杀了前排努努或者是潘森，这都可以。你们还不一起走吗？啊？还不一块走？哎呀，可以，来呀！你也死了，电死了，武器没传送。我叮，小努努，我吃口屎，兄弟，看能不能把中路给他推了。我八爪朝上，女警锤石还行，拆吧。拆完仗，拆下，拆拆拆拆拆拆拆，走，不能打了。哦，我的跳弹！快跑！哎呦，我操，这哪来的？屠龙勇士，这边来人了啊！武术还？没有武术好，他这跑得很快呀、啊。放点夹什么的，要不潘森来了估计。快走左边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哎呀，100个人头了，中路又换了中路，那武器大师也不知道死哪去了。算了，哎呀，无所谓了，这把咱就各打各的吧。龙魂了，赢不赢输不输的这无所谓，咱们就各玩各的吧。1250差200块钱啊，那眼儿我是一个都没插呀，我也没空插，关键是龙魂了啊，龙魂要不要先扫一下。哎呦我操，这大潘森给他抢了，不太行，这次不行。对面打大龙，以武器大师的装备越塔杀个维克托他杀不了，他都物抗装。这潘森打人也太疼了，这潘森
哦，就是很脆，就是他也很脆，就是对呀，啊对，放个夹，把他打死，他把女警还给杀了呢，不敢想象，你还让他给跑了，这个字呢？今天不能让他跑啊，兄弟们！你给我死，这个一千必须得给他咬掉。其实我比较想跟我们家队友，我已经没装备出了。嗯，我也想来把潘森了，说实话，我想整把潘森了。你来这里干什么？可以给我杀的努努，一打不溜，炸的炸的炸的小儿的，这别着急上啊，这可以。哎，好像拿下了啊，潘森没活呢，潘森出来就一打，潘森出来就一打，来一，不行，想勾引他一波，可以推，对面人儿，我先躲他一个，换他。哇，水银，可以推推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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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把塔推了。叮，蓝烈汉，你是英雄，快跑，兄弟们，快点跳弹，快跑，快大跑，害他们搁这打野，你是真不怕死，我发现，他家剩个主基地啊。快跑啊，一波了，一波基地没了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基地没了，守家吧，高地可以给，不然没了，可别死啊，对面剩个主基地，对面就剩个主基地了，哎呀，这眼儿我感觉也没啥用啊，其实，但我也没啥厨的了，其实没什么可出地了，这女警可别死，女警快跑，咱先杀这维克托，把兵清了，把兵清了啊，潘森飞你了，潘森快回家，别死，你不能死，你死了我没了，清兵线，没事，这都可以给，这都无所谓，这都可以给。别急，潘森活了啊！好，可以小龙。你就直勾勾往里进呐，你不怕死啊，你是真勇兄弟，你是真猛，怎么这努努跑的是真快，推没事，我死不了，可以接受，位置不太好，往这儿来，等队友，等一下啊！先把这努努给他秒了，来起飞降落，让他咬不着，先把他杀了，这样我们龙是必拿的。哎，凯隐把女枪杀了，不是女枪，维克托啊！哎，可以啊，哎，可以一波了，来，在潘森没有来的情况，努努犯病了，为什么要回家呀？
哎，这回家这我保着点女警啊，这回个锤子呀，这你说这回什么家呢，我就整不明白了，我这上天吧，拆基地可以啊，凯隐拆基地了，原来凯隐是做这个事情去了，凯隐还可以继续打游戏，可以一直玩，确实行啊。